哟，熄灯不哭，来呢。啊嘞，我听讲两位是老朋友诶，是吧，克洛加先生？啊，想要互相讲个话伤济啊，唔知影爱为倒位讲起咧。真有可能，艾伦。这啦，莱娜，这个位真赞吼，会当清楚听到舞台的嘈杂。顶悬的建筑是普通的人家，虽然伫咧舞台后壁，啊，毋过有真侪人欢欢喜喜伫等开演，就伫遮个顶悬哦。迄个克洛加先生，你的手受伤啊？啊，敢若切着尔啦。莱娜，你坐啊。啊，我着先来转啊。等下，法洛克，你毋爱直接听我讲。诶，法洛克，照伊讲的做。是。艾伦，你是安怎来到这？你这是从啥？跟你同款啊。无了解吗？我甲你同款啊，同款是逼不得已的。